各位 MyRadio 嘅聽眾 D 架報讀者，你哋好。MyRadio 同 D 架報嘅 YouTube 頻道喺近期屢受黃標打壓，令到我哋廣告收入大減。所以我喺呢度懇請大家支持 MyRadio 嘅節目月費計劃，同埋癲狗日報嘅每月月費計劃，突破黃標言論審查，付費支持自由發聲。請支持 MyRadio 同 D 架報。提提大家 ，MyRadio 同癲狗日報嘅月費而家已經可以用 PayMe 繳付，大家可以掃描畫面嘅 QR code 或者輸入畫面嘅電郵地址繳費，多謝大家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新一集嘅天元解密又見面。咁啊，今日嚟啦，好似天師好似熱到咧，你睇下係飲潑先，都真係，因為真係好熱喎，啊，今日32、33度都好犀利。但未算最熱喎，最熱嗰陣34、34、35度都有嘅喎。好似有邊個地方本來好凍嘅西伯利亞去到38度啊嘛，我哋睇新聞天氣反常啊，反常得好緊要啦。其實咧，我發覺有一樣嘢好奇怪，黃師傅咧個天氣反常咧，令到有時嘅沿河嘅預測咧都真係冇咁準確嘅喎，係嘛？因為譬如好似嗰個冬天就比較熱啦。咁你24節氣雖然話好似舊年咁，你話去到呢、這個大寒小寒都係會凍咗啲，但係真係冇以往70年代嗰陣時咧，即係可能凍到落11、12度咁樣，都係維持可能17、18度，即係左右度。咁2000年後啲小朋友出世咧，咁佢哋發覺到，原來香港咁熱嘅喎，咁樣其實唔係。如果60、70年代出世嘅人咧，知道。在70、80年代其實都是冬天的時間，幾度咋？都係都有幾度，10度、8度。十度以下都有，係咪？即係話，我印象中係。係啦，我哋印象中，若果一去到小雪啊、大雪啊、大寒啊嗰啲時間咧，我哋細細個著住件棉衲噶嘛，冚住棉。以前著棉衲。著棉衲噶，後嚟依家個個著羽絨啦，係咪？嗯。即係會係咁樣。咁我發覺咧，其實咧一路其實在近期咧，我係發覺到一樣嘢嘅，唔知道有啲術數家大家會唔會即係察覺到咧，就係話喺我哋嘅按照一個技術嘅預測裏邊嚟講咧，可能係有偏差嘅啲嘢。譬如好似庚子年咁樣，我哋初我哋睇嗱地母經啦，各樣嘢咁樣咧。咁其實咧，如果係睇翻歷史上面嚟講咧，戰事啦、天災啦、人禍咧。是相當之可以叫做咩咧？係比較大型好多嘅。咁依家嚟講都真係踏入農曆5月啦，已經係嘛？因為聽日就係端陽佳節啦，係嘛？咁咧就，但係我哋睇翻即係前嗰4個月，因為再加埋闰月啦、闰4月啦，即係以往嚟講咧，闰4月、闰8月咧。都會有啲大型嘅一啲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啊，或者內亂啊之類嘅嘢，但係你睇落咧就唔算好大喎。咁尤其是因為咧玄學嚟講，以往即係以中土為主咧，都係以測中國嘅政經事啊，同埋呢個民生嘅事件出現咧。咁咧就但係因為資訊咁發達都好啦，依家嚟講，咁啊就係所睇翻嚟嘅資訊睇到嘅信息嚟講，有啲就好大嘅，但係咧係未至於去到咧好似汶川大地震咁犀利喎，今年啊，即係暫時啊，即係我即係睇落嗱，你好似我哋預測咪今年有啲零星嘅戰爭嘅嘛，都會出現咁啊。近期嚟講咧，就即係我哋都經常都會睇下啲網絡嗰啲消息啦。當然，咁我哋都會有 fact check 嘅。咁其實嚟講，除咗中印邊境就已經即係已經有一個小規模嘅一個，其實都係叫戰鬥嘅，因為都未至於開火啊嘛。咁有好多不斷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咁出現啦，咁樣。因為我哋一來隔咗咁遠啦，亦都唔係用國家嘅。國與國之間嗰個角度去睇啊，唔同咗。譬如我哋有啲消息聽翻嚟嘅，咁我哋咪當聽下啫。咁好似啊，即係最近好似話印度要同呢個俄羅斯買呢個籤，買武器，買武器啊，30咁買過嚟咁。咁你東北嚟講咧，就嗰個朝鮮啦，即係北韓嘅一個。如果呢單嘢真係呢個金宇正做都真係幾狠喎，嗬。咁睇睇佢八字好喎，係咪真係仲犀利過個阿哥啊？咁啊！呢個若果金正恩真係有啲咩嘢佢掌權嘅時候都幾硬喎，即係睇落嗰個手段都係嘛？
咁另外嚟講咧，原來咧喺菲律賓同埋南海地區咧，都有一啲中國嘅漁船同其他國家啲漁船咧，都發生咗一啲衝突嘅。咁呢方面就好多時都有嘅。但今次好似聽到有啲即係唔好話聽啦，即係有啲消息報道咧，就當然啦，我哋一路都係睇緊電視嘅。他們沒那麼多時間報道新聞的，是吧？那麼也都來講呢，就沒那麼全面的。那所以我們呢，有時呢，都說要download一下一些內媒，就是中國裡面一些媒體呢，他們有時報道的東西還更加多。那譬如好像我們近這兩天呢，就看到呢，那個四川重慶啦，還有這個貴州的北部呢，就落雨落得很厲害啦，水災啦，連帶這個即係呢個長江三峽嘅大壩咧，都係同四川嘅有關嘅。即係我哋睇啲報道，咁我哋唔係水利專家嚇，只係可以話今年嚟講嗰個發大水咧，即係叫做古代咁講咧，係好犀利嘅，亦都係講咗嗰個跟陽冇陰同。我哋成日都會因為呢個天同一化忌咧，咁啊真係好大鑊嘅，即係好多事件咧，你想象唔到咁大。咁啊，尤其是我哋咧。看到一些那個影片，即是有些影片呢，那些影片有些就不是內媒影出來的，是因為有些朋友呢或者叫市民市民呢，他們住在當地那裡拍了出來呢，就給一些香港的親友傳了過來的。那就好像類似即這個肺炎那段時間，我們即是認識一些武漢的朋友，他們也都傳了一些消息啊那些出來的。那我相信他們那個消息是比較是直接和真實的，是吧？那所以來說呢，我們現在看到今年來說呢，就只是可以說庚子年呢，真的叫多事幹，真是多事幹，全球都多事幹。其實過了這幾個月來說，其實全球的人其實都覺得不開心的，基本上絕對是啦。咁我哋希望大家都有啲正能量啦，向好方面去睇啦，係嘛？咁我哋今日嚟講咧，就講翻有啲生活玄學嘅嘢咧，就帶俾大家。咁今年係犀利喎，水火突襲神州喎，黃師傅啊，你睇下。咁就是最神奇，就是連一個沉睡了50萬年的火山啊，都話今年復活喎。咁我哋揾一揾啲資料，究竟火山復活代表咗乜嘢咧？咁但係最主要都係嗰個水災水患啦，即係譬如好似《地母經》有講啦，係嘛？我哋年初亦都有講啦，甚至乎我哋成日都強調個筆字啦，筆就同水有關嘅嘢啦，係嘛？今次呢個大水患咧，係喺呢個貴州嘅北部。同埋出現咗呢個重慶呢個岐江縣啊，咁若果我哋大家睇到一啲影片咧，同埋一啲網上嘅影片，或者一啲發過嚟嘅朋友咧，喺內地嘅朋友咧，你睇到嗰個水浸嘅情況咧，係真係超乎咗想像嘅，係非常之嚴重嘅，甚至乎嚟講咧，係有一啲地段咧崩塌咗落去添。咁呢個水嚟講咧，喺以往嚟講，我哋即係叫發大水啦，即係水患。咁若果大家有睇過即係中國嘅歷史咧，如果睇呢個康熙嘅時代嚟講咧，康熙即位冇幾耐嚟講咧，係成個湖南啊，即係南部、中南部嚟講咧，因為不嬲嚟講，黃河都有水患嘅，係啊，冇錯，係嘛？咁咧就一發大水嘅時候嚟講咧，喺當地嘅居民咧，有啲咧就每年咧都要移走嘅喎，即係佢哋咧就要避水喎，避咗完之後咧，嗰啲水即係走曬之後就搬翻去喎，咁得意喎，原來可以咁樣，因為當時嚟講嗰個運輸啊、交通啊冇咁發達啦，咁佢哋如果避水患嚟講咧，個工程都非常之浩大嘅，即係可以講喺呢一個即係清朝。咁若果我哋睇翻現在嚟講咧，咁嗰個發大水個情況咧，大家都睇到咧，都非常非常之嚴重，因為成個市啊浸曬嘅，啊浸到咧嗱左邊嗰邊嚟講係重慶嘅，咁另外有啲地方咧就係呢個貴州嘅。
咁咧嗰個大水嚟講咧就發到好犀利嘅，即係連日來咧嗰啲暴雨啊咁樣係堪稱咧，有啲就話有記錄以嚟嘅八十年嚟咧係最大嘅水患。嗯，即係若果你話誒。計翻條數嚟講，即係1939年嘅時間，係嘛？啱啱好即係八十年嘅時間咯。嗰個水患，咁今年嚟講咧，可能個水患咧係仲有陸續有嚟喎。嗯，包括話就係嗰個三峽大坝啦。嚇咁即係譬如因為有啲圖片就係話衛星圖影到出嚟，佢大坝係歪咗啊嘛。係啊，甚至乎我哋亦都係講過喺年初都講。即係從玄學上去睇，誒真係有個喺呢個問題上出現咗一啲崩裂嘅情況喎。咁但係原來咧，而家睇翻就係話，誒原來係好多事。因為初我都喺度諗咧，點解突然間你話大條大壩有事咧？咁原來就係因為近期嘅雨水。咁其實亦都應驗咗我哋早前所講過嗰、那個占星學。係嘛？占星學都有喺占星學上都有提過話，水災嘛。咁其實好多嘢好吻合，就係包括同地母經所講嘅啦，係嘛？好幾方面都吻合。咁你話喂，係唔係真係會一個缺題咧？咁其實如果從字面上去睇咧，就我會睇秋天咯。嗯，即係入秋啊！入秋嗰陣時，真係可能係屬於一個最高危嘅時段咯。咁其實應該話，逢喺呢個地理環境，即係亦都有報道啦。喂，如果真係有呢個事發生，就好嚴重噶，係可能會影響幾億人噶嘛。咁甚至乎就係話，喂，喺譬如喺附近一帶嘅一啲地方啊，即係近條堤壩，譬如好似最近報道話就話上海啊。咁其實係咪應該要考慮要撤離呢？係嘛？或者自己係揾一個安身之處去暫時避開咗呢個問題先呢？即係我哋成日講話趨吉避兇啊嘛，係嘛？咁你知道咗喎，咁你係咪要避呢？就唔好好似而家所講嘅流行所講嘅佛系啦，係嘛？嚇佛系就好多時就分分鐘咧，就真係出咗事啊，都冇人救得到你啊！咁啊，所以就喂，如果一個穩陣起見啊，係咪可以暫時離開咗嗰、那個？水患的範圍係嘛？去第二個地方做一個避險先咯嚇。如果唔係就即係始終一樣喎，生命緊要喎、生命健康緊要噶嘛。嗱嘅東北呢個沉睡50萬年嘅黑龍江火山復活咧，咁就根據呢個中國嘅科技大學咧，咁佢哋嘅空間科學院佢哋所講咧。就是火山下面的岩漿咧，係不斷咁樣喺度醖釀同埋增加。咁咧就係話嗰個地殼亦都會上升。咁啊，嗰個岩漿庫咧就好似一路咁樣湧緊上嚟。而且佢哋呢一個科大，中國科大咧，佢哋認為咧個岩漿咧已經係儲存咗有15%。如果一去到40% 嘅時候咧，就會滿瀉爆發出嚟，爆發就滿瀉咯。依個火山嚟講咧，佢哋係靠近咗呢個北韓同埋呢個俄羅斯嘅，咁可能咧對佢哋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嘅喎，啊，咁所以嚟講咧，你見到唔好睇少呢個火山啊，咁啊呢個火山嚟講咧，一爆發嘅時候嚟講咧。就可能造成一個非常非常之大的災難出現喎。因為中國嚟講咧，你話火山就好少見，其實我哋都唔多咁見到。咁啊，正正嚟講咧，就今年咧就會即係出現咗有咁嘅情況。咁啊，同埋呢個，因為我哋睇佢哋嘅報導咧，就係話呢個火山咧幾十年嚟咧，其實咧佢哋原來都有監察住。咁啊，睇落就好似好靜咁樣，但係嚟講咧，就啱啱到咗近期嚟講咧，就好似轉吹有少少活躍啦，活躍出現。咁啊，住喺呢個火山呢個地方嘅，其實佢都唔係好近民居嘅呢個基本上，因為呢、這個
其實呢個屬於我哋叫睇到嘅五大蓮池火山區，佢唔係淨係一個嘅，係有一羣嘅火山喺呢一度。咁呢個火山嚟講咧，亦都係包括咗呢一個有長白山嘅火山區啦，五大蓮池火山區啦咁。咁啊，佢火山區裏邊嚟講咧，原來都有成十四座火山喺呢一度。咁如果嘅追溯翻嚟講，係幾時曾經係爆發過咧？咁原來係歷史上面有記錄嘅。咁原來就喺呢個1719年到1721年嘅時間咧，咁啊曾經係爆發過，即係喺18世紀嘅時間。咁啊，但係咧就冇記錄咧，就顯示當時爆發咗之後引起有幾大災害咧。咁啊就，但因為佢呢一個地方咧就比較近呢個北韓同埋俄羅斯。如果嚟講呢啲火山一爆發嘅時候嚟講，啲岩漿湧出嚟咧，一定會造成好大嘅災害。咁咧就即係可以話咧，庚子年嚟講咧，即係我哋可以講咧，即係話哇，處處是災，好似即係睇落都唔係好好嘅嘢啦。咁我哋都係希望。多啲好嘅嘢會出現啦，啱唔啱先？咁啊，尤其是講依家我哋淨係住喺香港啊，距離好遠嘅，嗱都唔希望有咁多災難出現啦。咁好啦，跟住之後嚟講咧，嗱呢一個就好似喺玄學上面嚟講咧，今年真係麻麻地啦，流年不利啊，似乎係咪？預咗嘅，其實都預咗，大家都預咗。咁我哋亦都睇到，好似台灣啊、國內啊，有好多啲玄學家咧，咁佢哋最近期我都覺得幾有趣一件事咧，就係佢哋依家都仲繼續攞翻《地母經》出嚟重新再睇過、再做過。咁其中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《地母經》所講嘅嘢咧，就陸續浮現出嚟。亦都好似應驗咗咁樣啊！咁當然啦，我哋喺香港都有一啲玄學家，咁我哋喺去年嘅時間就已經係同大家去睇過呢個《地母經》《地母藥》講啲乜嘢，咁啊有大概出現咗有啲乜嘢應驗咗嘅嘢咧，咁我哋都會同大家。即係一齊去探分析或者探討一下啦，咁俾大家知道。因為可能咧有好多人咧未必會知道，哇！原來貴州咧同埋重慶即係四川咧，哇！突然間咧就嗰個發大水嘅水患咁犀利咁。唔係搞清楚，重慶同四川係唔同嘅。唔係重慶喺四川嚟啊嘛。但係佢哋係分開嘅，佢哋。唔係呢個直轄市。真係嘅。直轄市咁依家嚟講，重慶就。咁啊，即係嘅重慶比較嚴重啲啦，就係、是、集中咗喺個地方度。咁啊，貴州咧就是、整個北部，即係可以咁樣講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睇翻下我哋有啲同香港有相關嘅一啲生活玄學咧。咁啊，大家都可能咧都有啲印象，近期咧可能咧睇到一個新聞報導。嗰、那個新聞報導咧，就係我哋香港一位電影天才啦，周星馳先生。咁佢真係講真一句，我哋啲去到四五十歲嘅人嚟講咧，睇周星馳嘅戲真係笑到碌地嘅。講真的，睇佢啲戲大啊！睇住，其實年紀就差唔多喎，大家都。咁但係我真係覺得佢真係一個電影奇才，即係香港。咁有人咧就即係將香港嘅喜劇嘅泰斗咧。就分開三個時期噶嘛，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梁醒波啊嘛，咁啊第二個就許冠文，第三個就係呢個周星馳咁樣。咁佢哋嚟講咧，即係周星馳嚟講咧，直情係將呢個喜劇嘅發揮咧，係發揮到咧係真係我哋可以叫做天衣無縫啊！你即係無厘頭啊！你睇佢電影冇一個人唔會笑，就算而家睇翻都係笑，都會好崇拜咁啊！咁我哋就呢個，我哋就大家都熟悉周星馳。但你講起佢咧，我啱啱醒起，我有個朋友拍過佢嗰套一套電影嘅，就係、是《喜劇之王》。啊，《喜劇之王》最近電視台都有播。哦，《喜劇之王》好耐嘅，都成廿年。咁點解今日要提到有一單新聞咧？咁講咧，咁佢係將佢嘅叫做天比高嘅住宅咧就好似係按揭咗咁樣，咁我哋唔係講佢所發生嘅事，咁我哋今日想講講咧就係話天比高咧，咁呢個我哋依家嚟講啊拆咗四間啦，咁由當初最早嘅時間係呢一個
其實就是匯豐大班開始住，是一間獨立屋嚟嘅。咁我哋最主要的是講乜嘢？係人點樣去夾間屋的問題。咁因為無獨有偶咧，咁若果大家都可能會睇翻一啲周刊咧，佢哋報導，咁我哋喺呢度嚟講就唔會重點去講啦，只係講一講，就由呢、這個匯豐大班咁啊，跟住到和田一夫咁，和田一夫嚟講啊，大家咧有啲印象就係當年咧，即係八九十年代八八半啊嘛，咁啊八八半即係日本嘅百貨咧，就喺香港咧係大行其道嘅，當年興旺到不得了，興旺不得了啊！八八半即係好多人都睇，尤其是最大嗰間就喺沙田啊，係嘛？咁啊，和田一夫應該就係啊嘛，咁啊呢個就係邊個咧？呢、這個咧就係阿信嘅仔啊，嗱，即係電視劇《阿信的故事》啊，即係八零年代初期。在香港在日本非常之脍炙人口的一部電視劇啦，大家可能呢起碼都有五十歲的人才可能有些印象，四五十歲的時候也是講了即是阿信個媽阿信的故事怎樣去奮鬥，和田一夫呢就是真人真事，就是他的兒子。八八半呢就當時說呢就在香港發展得非常之好，他呢就想著就去入去中國大陸嘅，咁當時啱啱開放啦，咁咁啊當時和田一夫咧亦都係買咗天比高嘅，咁啊但係咧就投資咧就失利啦，咁啊投資失利咁將天比高咧亦都要賣翻出嚟啦，咁當時咧好似跟住接手嗰個咧就明珠興業嘅主席黃坤，係嘛？應該就黃坤，黃坤都有選咗選手啦，咁選手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咧，就係好似喺人主盤咧，就由於文鳳同阿周星馳先生咧，就好似用3.5亿啊，我唔知冇記錯，即係總唔知就係咁嘅價錢啦。咁佢哋非常之有一個商業頭腦，咁啊將佢咧就分拆咗、拆咗，然之後起咗四間，咁啊跟住就賣咗兩間，一間就屬於零店咁樣啦嚇。大概個故事就咁，我哋唔詳細去交代。咁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話。當時講咧就即係有啲就講呢個風水咧，即係講天比高咧。咁我哋好早年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曾經任職過一啲雜誌咁啊，無論八卦雜誌也好，玄學雜誌也好啦咁樣。其實你見到呢個名咧叫天比高咧，就已經好似係有少少即係我成日都，我哋都成日咁講啦，人定勝天，咁人根本係勝唔到天㗎啦，史其一啦，咁啊天比高，咁你又要同個天去比，咁啊最高就已經係個天啦，咁啊雖然依家嚟講就邊有得比啊？係啦，冇錯，咁啊雖然係火箭都可以上太入天空係嘛，咁但係係無窮無盡㗎嘛，咁所以嚟講咧，一改個名嚟講咧，咁你話即係喺玄學上面嚟講咧，最好咧就唔好改啲名咧，就係話咧。天地咁大，或者好似挑戰大自然咁啊，系啦，冇錯啦。咁即係你話，若果你天比高或者有時改叫做阿小高啊，咁啊就 OK 啦，係嘛？或者山比高會唔會好啲啊？係啦，即係會咁樣啦。咁點解會咁樣講咧？咁你話係咪馬後炮咁樣講？但係你從由匯豐大班開始到今日嚟講，呢一呢間屋啊，呢一個大宅嚟講咧，呢個大宅都對於啲宅主係帶來不利嘅。係喎，真係喎，點解咧？嗱，點解咧？嗱，咁如果風水學上咁，我哋玄學節目啊，風水學上嚟講咧，神早已經講過啦。呢個天比高咧，咁呢個地呢個 area 呢個地方咧，咁啊，當時係一間咁，大家起咗之後個 area 冇變噶嘛，咁啊叫做咧就孤聯獨損啊。其實咧就好多好多時候咧就已經咧就即係有啲玄學家講過啦，即係唔係就係我哋講啦，即係話咦，咁我哋當時嚟講都係跟啲師傅請教下佢哋啊，咁啊有啲師傅。咁佢啲前輩啊，係啊啲前輩，咁佢哋都會提，喂，阿僆仔，你知唔知呢度唔住得人㗎？咁講，咁我哋話點解？好簡單啫。嗱，有啲叫做咩孤峰獨聳又有啦，有咁嘅名稱。孤聯獨聳又有啦。通常一間，如果你一座樓咁樣嚟講咧，通常比較孤獨、鰥寡孤獨多啲啊，住二奶啊比較多啲噶。咁啊，同埋咧單親媽媽啊，單親爸爸出寡婦啊，出比較多噶嘛，咁啊咁樣。
咁咧就當時嚟講咧，就即係周先生佢哋即係買咗之後咁，亦都有啲玄學家就即係睇好嘅，因為佢分拆咗咁樣。咁咧就後嚟即係自從即係黃坤即係明珠興業嘅主席咧之後咧，即係佢其實就係亞洲金融風暴咧咁啊財困，咁然之後就銀主盤賣出嚟。咁當時咧人哋咧就已經嚟講咧。即係俾咗個名佢噶啦，俾咗個名叫破產屋嘅當時就，咁咧就，但係咧就當然啦，咁啊有人要挑戰啊嘛，咁係嘛？唔係人就成日有僥倖心嘅，喂佢係咁啫，我行運唔會咁嘅，係嘛？咁啊形成一種心態，僥倖心態咯，係嘛？啊，咁咧就嗱，其中嚟講咧就有些師傅都曾經即係咁樣講過啦，咁佢將呢個天比高呢一個名咧，就點樣去解讀呢？佢話就你與天比高，咁啊似乎嚟講就好似有一種挑戰嘅一個意味喺度咯。咁個比字咧，亦都係好似讀作一個秘密個秘，有貧比嘅意思。咁即係比鄰咁樣，其實嚟講個天一定高過你啦，你點可以同佢拍埋一齊啊？咁啊，覺得嚟講呢個即係喺呢一個名，剛才我哋都講過啦，即係好似自己人去同天去比咧。所以我就話挑戰咁咯，冇錯，你挑戰冇得挑戰嘅，就唔係幾咩嘅，即係咁講咁。咁啊，亦都喺乾卦裏邊咧，即係講個周易乾卦裏邊咧。行龍有悔咧，就係、是、形容咗即係人咧對大自然嚟講咧，同埋目空一切咧，就必將悔疚，物極必反嘅，即係咁嘅意思。我哋應該要敬畏大自然。係敬畏大自然就最好，敬畏神明，敬畏大自然。咁所以嚟講咧，你去到天比高同佢比較嘅時候咧，當然咧，若果你個運勢一唔好嘅時候嚟講咧，即係就會出現一個問題。咁呢一個嚟講咧，就同人本身嚟講咧，你嗰間屋夾唔夾你咧，亦都係即係有啲關係。咁當然啦，咁喺呢一個半山嚟講咧，咁個風水係好好嘅。咁但係嚟講咧，呢一間屋嚟講咧，如果風水睇咧，就比較係難聚氣。咁啊，同埋佢周邊嚟講咧，都冇乜屋嘅。咁依家就多咗啲啦，咁樣。咁但係嚟講咧，就係話呢一間屋嚟講咧，就係因為咧年年一路嘅宅主，即係住喺呢一度咧，都唔見得會好啊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咁係唔係適合每一個人住嘅咧？咁我哋經常咧都會有講嘅。即係住屋嚟講咧，我哋以前啊有位好出名嘅師傅啦，佢曾經面授機宜，佢成日都咁講啊，好得意啊！佢話你要記住啊，人行運就揾到行運風水樓，冇錯，行運風水佬就同你揾到間行運風水樓啊。若果你唔行運咧，行運風水樓就同你揾間風水樓，咁你就住好啲。若果你唔行運又揾到個唔行運嘅風水樓，風水佬就揾到間唔好嘅風水樓咁樣。係啊，咁啊住咗入去嚟講咧，有好多真係好應驗啊，即刻出事都有啊。嗯，即係我見過係真係唔少嘅。咁最容易就惹官非啊！嗱，官非啦，選財啦，失業啦，都會有好多類似呢種情況。咁你雖然香港嘅樓咧，其實嗰個設計咧，尤其是喺個內籠嘅設計咧，其實都係大致一樣，唔會話好大好大分別。但我哋就要記得一樣嘢咧，其實中國嘅風水咧，佢哋當初起樓咧，就話係未起之前要睇，即係等於陰宅一樣咁樣嘅嚇。咁好似即係近期就啱啱亦都有個客户啦，買樓花，佢無端端就 send 咗個 floor plan， 即係平面圖俾我睇，話師傅睇唔睇到風水？我話唔得。絕對不行，我不會做這些事。因為為什麼呢？你的實物未起出來的時候，你未去度過，可能有偏差。沒錯，咁你若果環境又有影響，係啦，因為若果真的跟人家選了出咗嚟之後，真係出事嘅就無謂，因為買間樓唔係平啊嘛。所以現場勘察就最緊要。所以嚟講咧，我哋都會拒絕嘅，即係基本上你話東南西北嚟講，基本上佢睇到，但係若果你要度一個整個飛星同埋整個廿四山聯頭咧，咁啊真係要佢起好咗先去睇，同埋入屋睇，喺外圍睇啊。所以嚟講，我哋有時收到有啲海外嘅
讀者聽眾都好啦，咁佢哋咧 send 啲嘢俾我哋，咁我哋真係千祈唔好怪，因為點解你唔想讀下一個錯誤嘅判斷，就唔係太好嘅有啲咁樣。咁你話即係你話你有時私底下有啲朋友喺新加坡，你都幫佢做，佢朋友唔同啊，佢唔會鬧我，唔會打我先嚇，即係我哋話俾佢建議佢可以點樣去調整，即係咁解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就話風水樓咧，就喺香港嚟講咧，真係好蝦人嘅。咁尤其是咧，有啲樓嗱，當然啦，依家嚟講就真係風水嘅好最容易最常見，有啲用八宅。咁啊，八宅嚟講即係分開呢、這、一個東南西北樓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依家我哋就通常都唔會用噶啦呢一個。咁啊，飛星係啦，用飛星，同埋咧有啲我哋以前有啲老前輩都講啦，佢話如果嗰個人教你啊，同個宅主，你唔睇佢八字去揾風水樓，你千祈唔好信啦。咁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本身個宅主嘅八字個五行，咁你都要配合間屋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嚟講咧，我嚟講一定係比較穩陣啲咯，即係。其實兩睇嘅，有啲就唔需要嘅。咁如果用飛星，可以用全盤飛星嘅數嘅。咁你話如果可以你本身知個命主個宅主嗰個八字嘅夾埋，亦都冇妨。冇錯啦，咁啊會比較更加相得益彰。即係起碼睇下佢啲喜忌係乜嘢咯。始終都係嗰句啦，喜忌好緊要啊嘛。即係譬如咁講，舉個例，喂，本身佢忌木，哇，佢住個外圍全部好似樹林咁樣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即係呢個好簡單嘅例子啊。呢個係講聯頭咯。係啦，佢木係為佢嘅債，哇，咁佢住入去咁啊，個聯頭就已經嚼低佢先。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，一陣間我哋會講一講咧。在古代裏邊嚟講咧，講下咩叫做咧宅體、宅相、宅運同埋宅命。一陣間翻嚟再同大家。好，休息一陣。